答案。啊，对耶，我已经没开。等我一下哦。Connected. 好了，答对了。User joined your channel. 横摇动，不动好。啊，老了老了。痛啊！21吧，早安哦。我为了玩这个，我从下午因为4点开服，从3点多就开始等，那就现在快热死，因为刚刚3点多的时候，我家快四十，不是不是不是，我家快40度。叫黑子，pass。哎、欸，有没有人在啊？不理他。Hey guys, Hey。Hey guys，Yo。你好，觉得我这个 OK 吗？Very nice，Very Very nice。good。Okay, guys, I gotta go. See you later. 要用这个啊？不要，换个发型，重新开始。没有发型了啦，我有点怕。人设有变，有变了蛮多的。因为那时候填单的时候不够完整，那就我就干脆全部砍掉重来了。有没有到全部啦？就是把部分觉得还可以修的就修一修。发喽！可以发好了。好难哦。
没了吧？要挑什么？带伤类型？啥？啥？大家好。Hello， 你好。こんにちは。你好，你好。看不到裤子啊！怎么没声音？有啦，你一定没订阅我，还没声音。大家都很有特色呢，类型。为什么我就是没胡子啊？福利熊，熊福利，福利熊，熊福利 ，one two 福利。One, two, 福利，福利，福利。我不叫小金刚了，好不习惯哦。真的不叫小金刚，变得好不习惯哦。叫什么好嘞？弯腰捡肥皂，陈晓东。好、oh! 无聊。啥？无聊。好啦，我们要开始新的体验。你谁啊你？你谁啊？你跟我同一班飞机来的吗？哎呀呀呀呀呀！脚踏车的同伴们，你们是谁啊？我们是谁？我们是同机的人。我们刚刚都从飞机上下来耶、欸、不要撞我的脚踏车啦。抱歉啊，因为我刚租的 U-Bike 等一下坏掉怎么赔、这个国家齁还有送脚踏车哦、喔、对啊，
U-bike 啦，你懂不懂？欸欸，我问一下，你们声音，你们的声音大小可以调吗？嘿啦，U-bike啦。哦，有啦，我坐过啦。早安，早安。500块，500块。没钱。没钱。他都500块，有脚踏车就够了啦。刚。400，400，400，一人400。哎，可以一人100吗？我们三个人哎。啊，100我就可以的。可以吗？一人150，450算你们三个便宜了。要吗？要吗？陌生人们。坏了，我自己骑脚踏车了。一起啦，一起啦。干嘛这样子？一起啦。好，算了算了，没关系，我算你们一人100，我不就不让他上。好好好好好。妈的，这个粉红色背心的，打不开耶。哎、欸、哎、欸，你多加他50，你做他、欸、多收50哦。要好啦好啦。哎、欸，有人有人，要不要上车？哎、欸，一起搭车。省钱省钱，100块，100块，好好好，便宜。来来来，你可以坐旁边。我操，好啊。欸，我想去医院。你想去医院哦？我医院比较远呢，医院要多收50呢。不要再收了啦，已经没钱了啦。哎、欸，司机小姐怎么称呼啊？我韩懒娇。韩懒娇。韩小姐。慢慢骑啦。加油。妈的，收他个100块也不给。三位怎么称呼啊？刚刚来的吗？对啊，我刚下飞机，我叫只会花啦，可以叫我小花就好了。怎么叫只会花啦？啊，我就只会花啊。Hey！那隔壁的怎么称呼啊？啊，毕姓马，马上好啊！什么烂名字啊？叫我阿豪就好了。好好好，那我姓陈，叫小东。小东啊？你叫小东啊？小东是你？是。哦，小东是日字旁那个小吗？对日，诶、欸，对日字旁，但是东是冬天的冬啊。哦，我也是大小的小，刚刚认识一个人叫小春啊，不是认识啊，他刚一来就想偷我电话，你们小心点，他是个光头。好好好。对啊，他就跟我说他没电话，一直叫我。都是刚下飞机的人吗？对啊，跟你们一样。从哪里来的啊？这么恶劣、嗯。我怎么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哎、欸，你们三个都去医院的吗？随便丢一个地方，车库也可以啦，我都可以。好啦，那个钱给一给啦哈。好好。啊，我可以丢地上给你捡吗？好，给我捡，我最喜欢捡东西了。100吗？你打破我窗户，多收20哎、欸。是他，哈哈。我丢了150，我丢了，我丢了。这前轮那边有吗？谢啦，没事没事，好了好了，感谢，感谢你。我现在要去找工作啦。哎、欸，你是不是偷了我的钱？我不小心捡到，我还你，我还你。哇，鬼鬼祟祟，以为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看到，我没有没有，他没看到，他没看到，他没看到。骗人，找个好一点的理由，什么钱会长脚，是不是？你先捡，你先捡，我看不到，我真的看不到。你先走开。我要走去哪里？钱在哪里？你钱已经丢地上了吗？我丢啦。那可能等一下才会爬出来，你先走开好了，直接走开就好了。哎、欸，有了有了，我拿到了。有了有了，谢谢你呢。小事啊，我要去接客了。
怎么找电啊？我的人物设定我忘记干嘛啊？我的人物设定也没特地说我是干嘛的，只是说我体验过非常穷的时刻。这样。先去医院看看嘛。可是。怎么啊？也是啦，先认识一下环境嘛，对不对？是爱护动物没错啦。考驾照，还要想啊，因为不能突如其来，马上有突然有个工作或什么的啊。也是啊，先找个工作好了，关掉社团。我应该不会再想做医生了啦，我觉得医生好累哦，公务都好累，可是有固定底薪啊，不一定啊，不知道，因为我想要做坏事，之前的人设就是医护在家乖乖牌，绑太死了，很多事情不能做，真的很无聊。谁啊？跑那么快？哇！大家都往医院跑欸，大家都要做医生是不是啊？好屌哦！哦，里面有垃圾桶哦。Hello，你们好。啊，咋地了？我想要应征医护，可以吗？啊，请你得先在里面稍等，好不？因为我现在好。在带两位新进的员工做实习。五套套吧，啊，这个我是们谁？一般，我们刚做完那个程序啊，我们领完药之后，我们到这里领车，我先领出来。感觉医护比较轻松啊。啊，那我们通常是收到救护的报案。就是有人打了119，或者是传递给 GPS。那我们这个时候出车前有一个需要做的，就是打开你的警灯，按下你的警铃，懂不？你这样才能出车，而且就这一应点该就是是每次之出车前前医护的你人也得跑先来上当车。医护啦，不对过啊，你我想去想，做别的事情吧。小伙子啊，我要不要？兄弟，兄弟，兄弟，你听得到吗？兄弟，Hello，嗨嗨嗨。这不是刚刚跟我一起搭计程车的吗？对啊，我刚刚看一大堆人往这你边冲，就跟着是冲了。那个小东吗？对你们对讲对中文对，啊？哎，太棒了！这位先生是……我终于听到一个讲中文的了，我刚刚从机场过来都没人要我理们我。两个都是讲中文的。你们哪里人啊？我台湾人，台湾人。台湾，好地方啊！你呢？我也台湾诶。啊，你们都台湾人大哥，啊？你哪里人？啊，我国人啊，我河南人。啊，大哥怎么会来这里？这，来这里应该是我的挚友吧？管你啥事啊？你怎么问我？你啥意思啊？啊，我遇到你，想你啥意说思啊？问一下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我要去哪里？跟你有关系吗？人没有家。啊，我想说是不是跟我一样想要来应征医护啊？没有啊，我想说来这里应该先办张健保卡呗，可不可以办健保卡啊？这里，那个我刚刚有遇到这里的医生，他们说他们在教新人，可是所以还没有进来。医生不在这。啊，这样。啊，小东是来干什么的？我刚刚看到四五个人往这边冲，就跟着跑过来啊。真的？对啊，你要我做医想，生哦。对啊，因为我从小就是学医的，我妈之前是医生。哇，
那你家境怎么会想来这边？怎么会想来这里哦？对啊，这个说来话很长。其实我的爸爸跟妈妈很早就过世了。哦，我懂了，我懂了。好啊，你在这边等医生吧，我出去看看有什么工作找好了。哎，兄弟，你要办完健康保卡要做什么？兄弟啊，没有啊，我想说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要办张保卡呗。一直举着啊。哎，真的吗？对啊，你。对啊，我看你们手都一直举着，你们手不会酸哦。那现在呢？叫嘛名啊？你们？什么？你们叫嘛名啊？什么嘛名？啥名字啊？我叫树警察。你们好。你叫树警察。啊，我姓树啊。哦，你姓树哦。我名警察，那个水井的井啊，锄叉子的叉。哦，你呢？我叫那个指挥花啦。好，那我们撤。哎，医生回来了。指挥花。对啊，啊，可以叫我小花就好了。啊，我考虑一下。啊，你呢？陈小东。下车。陈小东，你会唱歌不？不会。那你真是谈恋爱的辜负这个名字啊！哎呀，没办法。老娘娶的。老妈，我们会要求病化，躺在那个床上。啊，我是我老爸帮我取名的，我没有老妈，我不知道我老妈去哪里。好。医生啊，我想办张健保卡，要去哪里办啊？健保卡吗？我们这里没有提供健保卡的服务啊，抱歉啊。哎，这样啊，那万一我受伤了怎么办呢？我们这里没有健保给付，你懂不？你看看有没有医疗保险吧。来，我们医护先进来啊。那这医院好像没啥皮。好啦，小花，我先出去找工作啦。好哦，拜拜。拜拜。干贵死了，哎、欸。有没有当敌人啊？什么东西？有没有当敌人啊？啊，这里的人啊。反正我的人设是允许我做坏事的啦，我要来开始乱。哦，有了有了。贵到爆哎、欸，要做什么？好了，我们去送货好了。最近是想玩送货。我觉得医院，我们自从就是之前测试改版后，医院应该就是名额会限制很少了，因为大家不会惹事了，不太会惹事啊。有钱有下修吗？有，我们之前在唱歌的时候就有在聊了，感谢发喽。然后就是，就是有偷油的狗嘛，狗会喝油啊，有的没的啊，那时候都有在聊。面包加一，有面包吃了，有面包吃了，这已经翻过了，好穷哦。怎么不太？哎、欸，七个宝特瓶哎、欸，比之前还多哎、欸。有 bug 有修掉，哪个 bug？ 你说偷油狗，狗会喝油是不是？垃圾桶开局可以啦哎、欸，我去找工作啦，来找工作要找工作了。看这都听得到哎、欸，院长声音也太大了吧。好的，那、欸、看只有手机了。不不，啊，龙脊可以下床啊。我们看一下哦，那个在这里，哎，干超远。医护当打工仔，没有，我不会要做，我不会想做医护了，应该啦。如果还有缺的话，我再做啊。想说真的找不到再选医护啊，不过医护之前就是，大洗白之后，
第一次不算洗白，就是把黑帮其他那个拿掉之后，就有一堆人想跑来做医护啦。啊，我太早出现，太慢出现，不然医护应该也是我做的。对啊，主要是有底薪啦，底薪这个东西，而且你有底薪，你还是可以继续做那个其他兼职工作。李世民医护开局，刚刚那个长相，你不觉得还是李世民吗？那个脸就是李世民的脸啊。他住进垃圾桶里面了，这么厉害。警察局看看，警察很累，我觉得，而且以我的个性，我真的，除非真的很会演警察，不然，你看哦，犯人只要跟我讲什么，啊，我就刚刚很可怜呐，啊，或是硬凹，我一定凹不赢他们呐，对吧？啊，海啸，讲错话了，等一下哦，好啦，我顺便。很多人几乎没换人设，可是还是有的，很多人有啊。啊，播广告喽！等一下听到声音就播广告喽。未到登录期。好，播广告，音量大小记得调哦，五秒后，四、三、二、一。小心肝，该当警察应该比当医护心会更累吧？会哦。想说对面有人正在翻垃圾桶，我没看到那个对面的人。不会啊。你是看很多台是不是啊？真的被警察抓走？抓什么？搬垃圾也要？我在做资源回收。垃圾要做好分类好吗？多少人不会分类垃圾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我是不是要换流浪汉的装啊？我等一下去换个衣服好了，我换流浪汉的装。我不该用那么帅的发型，然后弄得很丑很丑，然后还是个黑人。哪天垃圾桶发现草？
违法草也不奇怪，没关系啊，草可以带带十个啊。赶那点点啊！那边聚一堆人呢，赶沙子啊！感谢 follow， 三明治，他们在干嘛？哎，新的地方哎！你什么？你凭什么啊？啊？你丐帮？啊？你看起来挺有钱的嘛，你怎么会丐帮呢？是外表光鲜而已啊！啊？你怎么称呼啊？要不要加进我丐帮？啊？你怎么称呼啊？我韩懒蕉啦。韩懒蕉？对啊，你什么来头？我什么来头？我叫王志龙 ，A.K.A. 全志龙 ，bang bang bang。干什么垃圾 K-pop 啊？嗯，我叫王志龙啊。这垃圾桶都归你管是吧？是啊。那我就翻了，怎么样嘛？哪两个街区？你讲清楚嘛。对外两个街区。东南西北，我自己一个人是管不了那么多了。你有没有兴趣？我才不要嘞！我才不想加入丐帮嘞！有够臭的，臭死了！哼！啊，妈的！继续去翻你的垃圾桶吧。之前本来想说。乖乖稳稳的玩，可是玩到后面就是开始有点自己也开始在玩 GTA 了，就跳脱有点跳脱 RP 的那个感觉。啊，忘记去换衣服，我要换个真的比较光鲜亮丽的衣服。不对啊，啊，算了，等之后有机会重来，我再来当乞丐啊。好穷，真的好穷。对啊，乖乖牌后面都很无聊啊，所以就是演了第一次之后就知道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但是就是缺那个劣大于优，所以就是把一些设定再改掉。小心肝出新的狗熊联盟乱走棋玩吗？还没。之前自走棋那个我看不懂，可是人家玩英雄联盟，玩一次自走棋我就懂了。哦，再次声明哦，如果那种暴雷行为的话，是直接永 ban 哦，问都不问了哦。之前可能我会说
会稍微提醒，可是现在不会了。只要有一些暴雷行为，一律永ban哦。那解ban办法或是想要上诉的话，请私讯 mod。看得懂？对啊，就是把两只、三只一样的角色升上去啊，然后三个同样的阶级再升上去啊，这样子啊。可是有玩，我之前玩英雄联盟就懂啊，那个自走棋就那时候没有碰，没有接触，看不懂。欸，这里是哪里啊？我好像没来过这里耶。这里是停车场吗？该不会是？欸，我没来过这耶。是哪里？中间。欸，我真没来过这个停车场耶。刚刚玩了一个下午，好难。他多了很多封测没有的角色，因为封测就开始要看其他人玩。然后现在封测多了像露露，露露应该封测没有吧？反正我这只角色应该交友就是看缘分了啦，前期就真的少去车库，因为也不能知道车库是聚集的地方啊，到处看看，到处晃。我只知道有什么种族凑一凑应该就会赢了，没有，他是有些是。他是说什么冰川啊、变形啊那些，就是你要凑一凑，就会有那个加成。没有到孤僻啦，不是你正常人来说，你去直接把你丢在捷运上面，你会主动跟人家搭讪吗？不会啊。同样情况下，你在一个城市里面，啊，你突然跟人家搭讪搭到话。对吧？啊，不然就说好不容易遇到会讲中文的啊，因为想找工作，结果不小心来到了这个地方。没有要单机啦，单机才没人要看咧。虽然有没有人要看其次啊，自己玩的开心重要啊。可是就是之前的人设让我自己玩的也不是很开心，太无聊了。马上有人死掉吗？这么屌，很厉害。一户，哇！嗯，我现在没办法自己用绷带了，呜。啊，有没有像凑热闹的心态冲过去，然后点拍照？你还好吧？还可以啊。你知道我是谁吗？韩小姐不是吗？你怎么知道我？我有跟你讲过我名字吗？你刚刚不是在我、欸？哦，我刚刚载过你耶！哎呀、啊，那没事，我先走了。哎、欸，哦，好、啊。他是不是肇事逃逸啊？我不知道他开什么车啊。好吧，那你先上车吧。哎、欸，好像就是他撞我哎。那你事后跟警察说呗。好好好，那我先跟你去，先带我去趟医院吧。来，
你上后面呗。好好好。这后面能上吗？能。谁会是第一个好友嘞？我家把布刚经过，哎，好久没吃把布了哦。来来来，送货送起来。多少钱啊？加修吗？4000块，没钱咯。欸，我没有驾照欸。没有驾照这样行吗？哦，点点也是做这个。有警察吗？有警察吗？麦当劳欢乐送，欢乐送哦。哎，等下戴安全帽，戴好安全帽。好，出发。骑在人行道上，完美。完美。我不要被发现，先去考。不行，欸，考一次多贵啊。先赚点钱嘛。福平塔来咯。哦，你也是要去买这部汽车咯。方向灯。怎么聚一堆人了？不该聚一堆人啊，怎么会这样子？这延续了鬼岛文化，欸，太棒了吧。对啊，不是啊，现在就可以考驾照了，只是你考完驾照我就没有钱租车了。没关系啊，反正很多人都是没驾照就在骑车了嘛，对不对？白鸟欸，弯走弯走弯走弯。我觉得很多人也会做这个啊，这个应该是目前知道好赚的了，合法好赚的东西，违法好赚的，我那时候被剧透到。绿灯，绿灯。这么快等红绿灯，等一下啊！欸，我现在是没有 OK 泵的医护，欸，不，我现在不是医护没有 OK 泵，欸，当然要乖乖等啊！而且刚来，你当然要中规中矩一下啊！
干太久了啦。啊，偷偷来啦，反正那些送外卖的也都是那边闯红灯的啊，那边钻汽车闯红灯。常常遇到都是必胜客的那些，为了说什么30分钟内送达还是什么东西的，那边闯，有几次还撞到，差点撞到我。我家还在40度欸，太久了吧？不是太久了，太热了吧？走喽！40度也太热，还好啦。早上不是早上，中午左右那时候就去避难了，然后那时候是43、42度。应该说我3点多到楼上的时候是40多、42度。还有一单吗？我跑。真的啊，我没有呼啸，蛮想拍照的，可是太热了，你知道，什么都会变很蓝。小心容易脱水，其实我差点脱水吧。没有啦，那是我去楼下休息啦。楼下温度至少还有29度左右，真的会闷死。啊，主要就是因为轨道要开新的，想说就是抢第一波。没有啦，就是刚开服马上就是进来玩那种感觉，又不会跟大家脱节太多。归还，就这样赚了1000多块，多少？刚几趟？4趟吗？还是5次？35，1500，这一趟赚1500，还行啦，就是如果。白天开台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边送边聊天，或是半夜没人的话，可以边送边聊天，至少比医护轻松多了。但要不然就真的去做警察了。而警察主要是不好，我不能想太多，想太多会影响游戏剧情。楼上很热，楼下比较凉快。对啊，我楼上跟楼下真的是差10度哎、欸。的影片很好看，谢谢。不过的影片它很不适合小孩子看啊。如果你是小孩子的话，请关荧幕、关声音，然后影片继续播，然后不要去看画面，这样才是乖小孩哦。款加4000，看一下哦。继续赚钱，继续赚钱。这个是多少？这是汽车比较多是不是？哎、欸，押金我这样压下去，我就是没钱了哎、欸，
要压吗？好啦，就去骑摩托车好了。还好你成年了，对啊，来戴个安全帽。Go。怎么送到警局那些的啊？就这样送到警局就可以趁机去医护说：“哎、欸，你们叫的麦当劳来了。”我之前做